左手漂亮，右手长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对我这边，我又来了。这一梦是葱油鸡，只能怪他太好奇。下手就得快很准，过瘾必须爆肚啃。开干，准备两个三黄童子鸡，先洗一番菜。今天这个葱油鸡我们打算做捆的哈，所以在开肚子有讲究的哈，不能这样子开哈，只能这样子开，这样才能保证这个鸡的完整性。等一下我阿公两个一个车子抱都啃，爽得很。先把鸡儿清洗哈，清洗下口腔，清下鼻子。现在把两个鸡儿腌制一下，放入盐巴、花椒、胡椒粉、料酒、姜丝、小葱一把，左手挤出葱姜汁，再涂抹均匀。看我这个熟练的手法，一看就是没烧洗衣服哈。每一只鸡占600个孔，葱姜塞进肚子里，腌制一个小时。阿公点火，要得看看。烧了一锅水，水开下入盐巴，下入葱姜料酒，再放四个黄子子，上色，下入鸡味儿。先烫五秒捞出，再放入冷水五秒，再重复这个流程三次就可以了，三进三出的这个是。这样煮出来的鸡肉鲜嫩紧实，又不容易破皮，保持小火不要开，慢慢把它浸熟，中途再翻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只三黄鸡时间大概是30分钟左右就能跑了。准备一个洋葱，切成小颗颗。老姜一块，还是切颗颗，再切点葱白，这三个鲜草，再切点葱叶，快起锅的时候再放，再切点小米椒圈圈，点缀用。用筷子戳鸡腿，轻松戳透，没得血水就证明熟了。放入冰水中，迅速收紧皮子，吃起来就爽口弹牙。摆盘。六层油温，下入葱姜炒香，炒香以后放入葱叶子，要得了，起锅，浇在鸡尾上，再淋入蒸鱼豉油。这个就是广式吃饭，川式吃饭必加红油。点缀小米呢，葱花儿，一份粤专川式葱油鸡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川药货币葱油鸡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，看看。来嘛，先整个这种嘛，手推杆。哎呀，哦哟，哎呀，不摆了不摆了，三碗汤汤啊。来，我都川粤吃饭啊，川式的粤式的，来嘛，拿来。好嫩啊。就是慢慢把它浸熟的哈，我手洗过的哈，汤汤再念哦。这不是鸡肉吃多，我没吃过这个吃饭。葱油鸡吧。一洗就出来过，你说有好嫩吗？你没发现跟那个叫花鸡差不多，非常的鲜嫩多汁啊。比较啊，也对的。哦，来，阿王干了，干一个，怎么？这个皮子最香啊！哎呀，我腿都吃劲哎，滋味还嫩的，来嘛。这样子饭我也要吃饭。朋友们还有啥子想看的想吃的，欢迎下方留言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的小梦龙，最新观众们，我是阿明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拜拜。